玩安静书 ，PS 妹妹玩安静书，吃，太脏了，太脏了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小美，她今天美发店刚开张。来了来了，是秃子怎会发光的？不然你怎么发现我？今天开了个美容美发店，快来捧个场吧。欢迎光，帮我设计一个甜酷的发型吧，我想换一个风格。OK， 没问题。先把我的装备卸下，去给我的漂亮头发洗个泡泡浴。尊贵的发发 VIP， 现在给您用的是进口的82年的洗发露，水温、力度还合适吧？还可以，但是你别跟我说那么多话，可以吗，大叔？我是社恐。快来选选发型发色。选不出来，都试试看吧。宝宝，你看中了几号链接呢？主播，我觉得我的幸福就在4号链接。好眼光啊，非常适合你。吹干头发，卷一卷，开始染发，转色库色剂，加热，开掉卷发棒，资本家拉丝，大功告成。哇，太好看了吧！做完美容，心里下巴都不提前说一声的吗？爽快刷卡！你问我开的什么店？面包脑袋在哪里？快来快来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上班快迟到了。私密马赛板板匠瓦达西服是故意迟到的，我马上去换工服。到底应该带在哪里？随便吧，随便吧。开工，面粉、牛奶、鸡蛋。搅一搅，擀一擀，将面团送进烤箱。我很旺旺，耐心等待美味。补货，帮我拿一个法棍和草莓蛋糕吧。一共20。我要一个菠萝黄油包和披萨。一共30。下班啦，欢迎公主来我们店里玩呀。